科。刚刚完成歼十的首飞，现在我的心里十分的骄傲和激动。能够在院校这个阶段就驾驶这么先进的战机训练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，飞好每一个架次。三代级进院校，不仅促进了院校和部队主战装备接轨，更能在新法规体系下实现训练理念、训练方法、主训模式的深度融合，并将进一步优化飞行员成才体系，缩短战斗力生长周期，同时全面提升院校训练层次，为空军战斗力提升奠定坚实基础。